卖串珠喽，漂亮的串珠。哇，好多漂亮的串珠，我要买，我要买。好的，那我给你送到门口哦。好的，灵。今天运气真好，这些串珠真好看啊，灵。给夏夏、月月也穿一个项链吧，哼。先把盖子打开。啊，这真是太好看了！开始穿串珠吧。来朵小花，再来个棒棒糖，最后放上彩虹就好了。开心，哼，终于穿完了，赶快戴上试试吧，灵。啊，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呢？一点都不好看。玲玲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愁眉苦脸的？月月，我本来准备给你和夏夏串串珠的，但是我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天赋，灵。这个简单，让月月我来帮你吧。穿串珠不是把好看的都穿一起就行了，要有规律的，像这样。看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哇！哇，月月你真厉害！我明白了，月月，我来给你和夏夏也穿一个项链吧，灵。夏夏，这是我和月月一起做的项链，希望你喜欢。哇，真好看，谢谢你，玲玲。